OK， 刚刚郑训练拿了吹风机来升起了大火之后，等一下想必十分钟后就有美味的牛排可以吃了。妈来 say hi。嗨，儿子，他来烤青菜。因为炒青菜是当先油了下去。你是这次没什么油了。不然怎么有油？那个沙拉呀，那个就平常会不就煮的呀。听说煎一煎加点盐巴，它就好吃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很好吃。就吃加盐巴了，不加粉加。然后那个放在那个锅子里面煎一下就好了。决定明天不烤了，明天要烤了，算了。太累了。持续写真吃比较快。阿姨，你们两个在玩。阿妈，你后来有取消吗？那个六福。阿姨，那个还刚八五折。对啊。那个，你玩一次，哥哥玩一次，这样子哈。小丁啊，你要来玩吗？弟弟，玩好声，哥哥弟弟，哥哥弟弟。